马斯克一年抵八年的时间管理四大法则。马斯克以超过两千五百亿美元的资产净值，成为世界首富。不过，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探讨马斯克的致富之道，而是想跟你分享他独特的时间管理四大法则。美国时代杂志十二月十三日宣布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获选为二零二一年度风云人物，原因是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地球，延伸到太空了。这看似玩笑话。 但用在马斯克身上，却一点都让人笑不出来，因为你很难反驳，他几乎就是现实世界里的钢铁人。Tesla 市值一度高达一兆美元，让马斯克以超过两千五百亿美元的资产净值，成为世界首富，与第二名 Amazon 贝佐斯的身价逐渐拉开差距。不过，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探讨马斯克的致富之道，而是想跟你分享他独特的时间管理四大法则。 我们常常说最近好忙，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。但跟马斯克比起来，我们成就的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美国 Wired 杂志研究马斯克得出的结论是，马斯克一年完成了别人八年的工作量。建造自驾车 Tesla 对比 Ford，耗时比一比四；建造火箭 SpaceX 对比 Blue Origin，耗时比一比六；登陆火星 SpaceX 对比 NASA。 耗时比一比八，挖高速隧道的 Boring Company 对比正常地铁耗时比一点十四分。马斯克同时要管理七间企业，还要常常发 Twitter，他到底是如何管理时间？这里整理了以下四大法则，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发。法则一：时间拳击。马斯克用时间拳击打破一般人照表操课的时间管理思维。时间拳击安排工作的原则是。 重点不是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，而是做这件事要多久时间。重点不是事情的顺序，而是轻重缓急。他对需要完成的任务设定了明确的时间方糖，以五分钟为单位来安排行程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就切成了两百八十八个时间方糖。例如，任务 A 要在三十分钟内完成，任务 B 要在十分钟内完成，任务 C 要在五分钟内完成。 如果他仅花了二十分钟就完成了任务 A，他可以马上展开任务 B 或任务 C，不依顺序，而是一重要性随机调整。马斯克给每项任务安排最少的时间，这样就能让他随时处于接近 deadline 的情况，保持最高的效率。九点到九点二十分完成任务 A，九点二十分到九点二十五分完成任务 C，九点二十五分到九点三十五分完成任务 B。 对照一般人习惯用零点五小或一小时来安排时间，就可以看出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了。九点到九点三十分任务 A 九二十就完成，剩十分钟去泡咖啡聊是非。九点三十分到十零零任务 B 明明五分钟就可以讨论完的事，硬要拖到三十分钟。十点到十点三十分任务 C 不要管理时间，而是管理轻重缓急。法则二帕斯托雷法则。 这个法则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斯托雷提出。他认为，原因和结果、投入和产出、努力和报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。马斯克例行帕斯托雷法则，他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很多人误以为马斯克花最多时间在面对媒体，其实是马斯克每周工作约八十五到一百小时，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投入在工程和设计上。 他一个星期七天，大约花三天在 Tesla，花两天在 SpaceX，还有一天在 OpenAI。为什么是 OpenAI？马斯克说 Tesla 不是汽车公司，只是产品是长得像汽车的人工智慧机器人。他所言不假。Tesla 电动车的强项不只是在电动马达、电池，而是超强的人工智慧自动导航。要专注于讯号而不是噪音。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事情上。法则三：非同步沟通。马斯克偏好用电子邮件工作，这也是他极少使用电话的原因。这样他可以在特定时间内专注的进行深度工作，避免高效的心流状态 flow 被打断。因为马斯克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用在创造，如工程和设计，因此保持心流状态是他能维持高效工作的主要原因。 同时，它也会批次处理多个工作。你以为批次处理效率会比较低，其实你只要将特定的任务集中处理，效率反而是更高的。例如，一次处理所有电子邮件，一次做多个报告的投影片。我喜欢用电子邮件，只要有可能，我都会选择非同步沟通的方式。法则四：第一性原理。问题比答案难找，适当的说出问题，答案就比较简单了。 经营事业最重要的便是要问对问题。第一性原理强调打破所有被视为理所当然，实则不然的事物。马斯克运用第一性原理，让他深入了解事物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，这样可以大幅降低他学新东西的时间，而更容易问对问题，找出最佳解法。可回收火箭一直是航太工程师的梦想。航太总署的想法是让火箭加上机翼，能在返回地球之后。 像飞机一样注入，这种想法也催生了太空梭。然而，机翼巨大而沉重，发射时也会增加重量、体积和阻力。马斯克运用第一性原理突破思考框架，跳脱了传统的空气动力学原理，改变方法，想到了采用直立的方式降落，结果研发出猎鹰系列的可回收火箭。不断去思考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，总是质疑自己的决定。 我们跟有钱人之间的距离，也许是时间。你曾经想过马斯克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首富？我认为跟他的影响力有直接的关系。他创立的每间公司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的巨大议题，包含预计要在二零二六年将人类送上火星的 SpaceX，改变全球电动车市场的 Tesla，治疗神经疾病的脑机界面公司 Neuralink，有望解决未来塞车问题的隧道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。 目标是使全人类受益的人工智慧组织 OpenAI，而马斯克之所以能有效管理这些成就非凡的公司，创造巨大的影响力，跟他独特的时间管理方法绝对有关。马斯克采用的是时间拳击，而我们用的可能是时间太极。我们跟有钱人之间的距离，也许不只是思维，而是时间。以上就是我整理的时间管理四大法则，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发。 当你尝试用不同的思维去看待时间，就像搅动了一锅汤，会让看似一样的时间碰撞出全新不同的排列组合，产出意想不到的结果。